说警车不仅会抓小偷，平时我们需要帮助时也会出动呢。哦，真正的警车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好想去看看。我也好奇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皮丘皮丘皮丘，滴滴叭叭，出发。滴嘟滴嘟滴滴滴滴嘟滴嘟滴嘟。是警车，嘀嘟，需要帮助就叫嘀嘟。大家的警车，嘀嘟，嘀嘟嘀嘀嘟，嘿吼！嘀嘟嘀嘟嘀嘀嘀嘀嘟，嘀嘟嘀嘟嘿吼嘿吼！嘀嘟嘀嘟嘀嘀嘀嘀嘟，嘀嘟嘀嘟嘿吼嘿吼！警车，出动！我是警车，嘀嘟。遇到危险就叫嘀嘟，勇敢的警车嘀嘟，嘀嘟嘀嘀嘟，嘿吼！嘀嘟嘀嘟嘀嘀嘀嘀嘟，嘀嘟嘀嘟嘿吼嘿吼！嘀嘟嘀嘟嘀嘀嘀嘀嘟，嘀嘟嘀嘟耶！嘿吼！朱尼托尼汽车知识想问答，朱尼。你知道警车有特别的功能吗？当然啦，警车有闪闪的警灯和滴嘟滴嘟响的警笛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功能呢。每个国家的警车都长得不太一样，像我们国家的警车配备了视频监控设备，而有的国家则为了安全，在前后座中间设置了隔离的围栏呢。太神奇了，托尼，这些功能太实用了。没错，安全迅速地执行任务的警车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警车，谢谢你。